大鱼，大鱼，大鱼，大鱼！逍遥哥哥，你找到他了吗？还是那个梦啊，庚午年，日记西风，西风盗贼多，更见大学有妖魔，床朝西，活该我做梦。你总做这个梦，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老一辈常说，倒斗的人或是损阴德的人，死后灵魂将附着在肮脏的黑鲶鱼身上，世代困守在阴暗的水底。黑鲶鱼啊，难不成你死了以后也会变成这黑鲶鱼吗？我就不懂，这什么个破玩意儿啊，能值几个钱？外面那么多奇人异事，为了他打得头破血流。这本意境玄药能逆天改命，通晓未来。如今袁世凯死了，多少人乱世争雄，他能预知未来，你想不想要？废话，当然。不过这只是一半。那另一半到现在也没有人找到。据说另一半在东然王墓。